论社会，就是这方面呢是最清楚做天主要他做的事，而且做事很认真的，很认真。那么我跟他认识是被修院啦，被修院我们都是很多人都很认真的，读书啦、祈祷啦，都很认真。人人都应该有这个恩宠，因为天主就不是要求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的嘛，是吗？所以他是特别，他的特能通多一点。我们的生命是天主给的，天主给我们很多特能通，或者少些特能通不要紧，我们做得多少就多少，很开心去做，甚至呢都不要事事计较成功失败。今天是为李可伦神父祈祷呢，我们求天主在这方面能够真正好像他一样，接受了生命，接受了信仰，接受了我们的圣召，接受了我们天主给我们的天才啊，多少不要紧，最重要慷慨地拿出来。他心底里面的说话，而可以说他一生都是这样去感谢天主。昨天都分享在你们的通风的圣上里面都有，为主而活，为主而做。李神父就懂得用这些这样的口号去带领其他人走向主，就好像他一生里面去感谢天主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受他的感染是非常之大，是非常之多。Oh, sorry, see you.